爱是讲咱打电话伫台北来个遮包真忝的吼，啊嘛惊伊讲伊，人我过坡速困袂去吼，啊所以就讲伊，你若真忝的时阵，小休困者吼，啊我来传茶互大家啉安尼。我想起我若茶啉落吼，我咧行来行去，秩序会乱起来。我就讲伊，讲主席所以咱甲你拜托一个啥物事，讲吼，请你吼甲大家讲几句话安尼，因为我头先都讲袂啊，吼。我唔是，你头先讲是一个简单讲啊，咱伫遮坐安怎端啊，要捧茶啥话话。我你只要甲大家精神讲话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。我讲吼，即大家难得对台湾那个这个所在都甲你配合，啊，然后吼，足济人拢足肯定听你讲话啦，吼、哦，我是安尼讲。所以吼，足济人希望讲会当听你讲几句，甲阮精神，吼、哦，安尼困袂起安尼。有好无爱来讲句话，所以讲讲讲。啊，我所以意思吼，咱即个所以去讲话，会当叫同心起来发表意见。吼、哦，时间若充分的时，我用点名起来讲讲一寡伊的心得啦。就是讲对厝内一直甲来到这个所在，感想是安怎？吼、哦，因为咱将来希望每一个同心吼，会当出将入相，会当出将入相。就是讲，逐项拢会晓。沟通演讲能力还袂歹，所以吼，我本来想讲，若时间足充分的时阵，我用点名，吼，讲即个位，即排算我是第九的迄、那个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先生，还是迄个太太，还是迄个小姐，请你起来讲几句话安尼，啊，互大家吼心情会较紧张，啊，平常时就会准备，哎呦，即摆人吼，参无啥人做伙时阵，无需要准备要讲话吼，袂使安尼，我意思是安尼，啊，所以我就想开始讲讲，我无想讲一本来。咱讲到一半的时吼，伊是带上来，我带迄个汤啥迄个油渣话了，吼，迄个九十六岁迄个，伊讲过去是靖国神社的总代，就是靖国神社的工会拢伊咧发着话，哦，伊讲我足感动嘞，哦，讲伊战争的时阵600万的，包括咱台湾兵去600万去太平洋。啊，我就等下才300万呢，啊，不要啥，是300万，感觉足感慨，啊，人个足感慨，哦，哎，咱日本的朋友甲咱讲话讲了时，咱有时间，咱就请迄、那个，四正庙、四字庙、四宗庙，哦，四宗庙讲啊足甘心的，哦，讲伊的阿姑哟，啊是伊的啥物人，都伫战争死去。啊，我来话雅虎下得吼，伊就讲妈妈的前夫嘛奸细，啊，所以嘛是吃。会当来到这个所在来甲伊礼敬，来甲伊参拜，会感觉足欢喜，足感慨。啊，两个人拢讲啊了袂使，啊，所以吼，咱大家同心嘛，哦，感觉足艰苦的，讲咱台湾人终于有一天来到这个所在，会当来参拜咱的先烈先贤啦，哦。啊，参一本人，都嘛感觉足甘心的，吼、哦，讲到安尼真感慨的所在，毋是干呐咱同心流目屎，参一本朋友都咧七目屎，啊，我咧主持这节目是，干呐嘛足感慨的，啊，最后我讲差不多10分钟、12分钟的话，啊，我是比较上，较严肃，搁较激动，吼、哦，啊，我主要讲咱爱有。台湾精神，爱有一份精神，就拢来勉励咱的中心，啊嘛勉励咱日本朋友讲，爱有恢复咱武士道的精神，吼、哦，啊来共同来创造台湾甲日本共荣的未来，有事安尼话，来甲大家勉励，甲安尼，吼、哦，来甲伊互督促就对啦。希望讲日本朋友听到这话的时阵，伊会当足积极的，哦。大家一起来跟我們鬥三工啊！所以三個哇，你說這是真好啦，啊，但是不知道日本人不知道這樣想啦，我說不管你這樣想，咱講的話入到他的腦海裡面，他耳朵我都拆起來，入到他的腦海裡面，就是逼他去思考，是咱今天是咱150个人盡心奮、誠心誠意、千里迢迢來到這個所在。用精神，费金钱，啊！来到这个所在，就是要参拜咱靖国神社，咱的先贤，吼、哦！啊，然后啊，要来甲咱的天皇祝寿，哦，
所以我伫言谈中间就已经有讲，我台湾人就是日本人一部分啦。我台湾人唔是中国人，安尼讲会听，会了解讲，咱的心肝就是安尼，咱的心情就是安尼。所以整个来讲，咱第一天下晡中昼食饭的时阵，咱石凯啊，哦，石凯佫讲遐话，非常感性的话，哇、哦，大家嘛拢对伊咧嘛使，哦，啊，伊嘛安尼唱作俱佳吼。啊，然后咱伊说好，迄个啥，卡多瓦基桑吼起来讲话，卡多瓦基桑足感性的，98岁，哦，迄、那个，迄天内底上济岁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这餐会内底啊，大家足和谐，大家讲一直咧互相讨论问题，互相安尼，咱台湾去的种，咱只150个同心，甲日本60-70个只日本朋友安尼，大家做伙食饭，吼、哦，啊，迄、那个场面足温馨，足感动的。啊，咱两点的时就开始做记者招待会。啊，记者内底有一个足重要的角色，就是 NHK 的海亚市长。海亚市长首先发问，伊问问题问啊足详细。啊，然后你讲到这个 TGID， 就是讲咱的身份证，我一直不关心，特别关心，一直问。我想啊，上具体的咱把这个物件提出来嘛。啊，我都有带印章。咱的议长话带样子，我用这照着啊。早起有日本人看，你看我用这个物件，是美国的 USMG 甲咱发行的，不是咱家己印的。哦，所以海市长吼，林春林伊一看，哦，仔细看头前，看后边，看，我早起来摆出这个特色。哦，正面的内底特色，内底咱本来是写台湾的 identification card。美国甲咱讲，咱咧放一个狗面伫内底，所以变成 TGID。啊，然后这红字就是中华民国这个咱的身份证的号码。但是我甲讲，这中华民国身份证号码是美国政府甲讲，你都要编一个阮甲阮会当相容的一个台湾人的这个身份证号码安尼。吼，啊，然后背面的时，我就只有甲讲，这内底有写一个 USMG。啊，这内底有旗啊，迄个旗啊就是咱的军事占领旗。哦，啊，然后 USMG 后边有一个 TCG 过来，就是编号，哦，足是灵的啦。啊，我都摆伫啦，我说我来编啊是啦。啊，你看看，啊，唔叫人去上，迄个时，伊就讲伊要来，伊讲问讲啊，这个物件是咱对对起来，哦，是不是对 AIT 起来，从美国在台协会办公室拿出来的，哦，啊，所以才讲是，啊，伊讲伊要来查证，公职会伊要来台湾要来查证。啊，咱嘛足欢迎，足爱讲来查证。啊，咱查证属实，属实是安尼无唔对的是，伊会当替咱写足侪物件，吼、哦。所以吼、哦，即边 NHK 来对这个问题足关心，吼、哦，对咱讲足好，做一下大做一下吼、哦。NHK 有甲咱报道，咱整个民政府去参拜一个神社，甲去甲天龙足寿的过程咯，甲咱做报道安尼。啊，然后另外一个改成是，我拢听袂记个名，走啊，啥物走啊吼？迄、那个记者，吼、哦、一个报社的记者，啊，伊讲伊听着咱安尼咧讲吼，听着咱所咧上咧报告，啊，甲海峡市场咧做回答的时候，遐所有的言谈言论，伊感觉足新鲜。伊甲我讲足有意义，啊，然后希望讲咱个，台湾民政府会当去东京，还是日本各所在去演讲，去讲有日本人听讲，台湾甲日本是血溶于水就对啦，哦，互日本人了解讲，台湾甲即阵台湾人要是心向日本这个母国，哦，啊，台湾的土地要是属日本的安尼，啊，互日本人知影，哦，所以咱嘛真。感谢伊，安尼甲咱建议，吼、哦。啊，本来咱预算这个记者会一点钟尔，结果拖到3:20，啊，十分结束了，我伫遐继续讲问题，我差不多要4:00才离开迄个所在，吼、哦，要4:00才离开迄个所在。啊，所以就是讲，迄记者吼，伊会后伊刚刚讲小问题，细节的所在，啊，佫细谈，啊，所以佫伫遐沟通，大家佫伫遐沟通，都谈到差不多4:00，我才离开迄个所在，吼、哦。啊，整个来讲，咱的记者会嘛足成功吼、哦。啊，然后第三天，咱到位的第三天，咱就去
国会、众议院、众议院、众议院，然后甲参议院参观，啊，咱看到迄个国会大厦，啊，内底天皇家族咧徛起的所在，非常的精致啦，啊，我伫法国捌去过参议会，啊，阮去法国政府去甲伊参访的时阵，我迄阵是桃园县政府的官员吼，我的基层的官员、地方官员，去到法国国会，甲伊的议员嘛是做一接动，啊，接动把我去参观伊的议会了，我嘛是去坐到迄个所在拍照吼，感觉讲比较日本的国会，甲法国的国会，法国国会伊足大，就讲伊有足大把的这个油画，吼，那是法国革命的这个画面吼，真大把，真影目就对啦。啊，嘛因将军的话吼，因过去诶将军的话吼，啊，也是迄法国革命迄把刀足大把的吼，啊有迄款的军人啦，有迄个一般的民众啦，拿竹篙到刀啊啦，安尼啦，啊有军人排枪啦，啊去革命迄款的画面吼，迄嘛足爽动。但是因的迄个建筑物的精致，无日本国会的精致。哦，我嘛捌去这个美国真侪州，哦，我甲倒位我也去看州政府甲州议会，啊州议会，啊嘛捌去美国国会，但我去美国国会是图书馆啦，啊无去国会球的所在。啊，感觉上吼，咱日本的国会非常安尼，人讲安尼，看起来感觉足有迄款的安尼水准，哦，品质甲迄水准真精致安尼哦。伊讲干那两种物件是进口以外，拢家己日本人做的，哦，日本国内生产的物件。啊，所以吼，看起来咱感觉迄国会吼，不管是内底制作，还是进口外口，进口外口的场面。拢看起拢足安尼伟大个感觉，咱将来咱希望讲，台湾自治建国了，咱个国会嘛要甲日本靠边过来，吼，咱个建设嘛要甲伊共款，有真悬个水准，互人去到迄个所在，会甲讲哦，这是一个伟大个国家，吼，啊，也无时咱甲，咱迄天去国会了，咱就随去，市议会嘛吼，吼，去市议会。啊，市会是比较市会先，哦，看起来嘛，感觉袂歹，哦，足好。啊，我唔知讲，我甲拜托讲，我问迄个卡多，迄是科甲上了，我甲问讲，会当有阮的人到议会这个设想，甲坐看下卖哦。伊讲好啊，我紧啊，啊，所以我咧，大家拢甲坐落去安尼。啊，因为伊迄个位吼，位置差不多140个，还是140位。所以咱有个人就爱用起来，我参所在上就徛伫后边啦，吼、哦。安尼对正物件看起，我感觉讲气派非凡。我是希望讲每一个人去一看卖，吼、哦。当然，咱无啥物众议院，也是参议院内底，若有我嘛希望讲问看，会当大家一看无？因为有时间，咱希望咱的同心，若毋是，吼、哦，伫若毋是将来会当去参议院，也是众议院做参议员、众议员。就是咱台湾有迄个参议员甲众议员时，每一个人拢有机会，但是即款来支付，啊，然后伫遐来为咱台湾来拍拼，啊，所以个坐看卖安尼，有迄个感受，大家个人感受看卖，啊，所以坐落了拍照嘛足好看，啊，恁大家拢穿啊足精致嘛足水，啊嘛足感谢迄、那个三个议员吼，奎迪啦吼，啊柯甲啦吼，啊甲迄个尤西大上来甲咱交谈。特别是迄个尤西达，吼，可以知道吼，伊这个少年嘞，讲少年讲40几岁，咱看伊是上几岁啊？看伊是上几岁尔，讲伊讲40几岁啊，啊，经历足丰富个吼。我看伊明显嘛，经验足丰富个，作为这个国会议员的助理安尼出来选，这个市议员嘞。伊本来伊讲，啊，伊吼甲我讲民主党，伊为民主党啦，党员嘛。伊讲民主党个性拢无啥物作为，所以足想要离开民主党。但离开民主党，伊我想讲，啊，我无啥物代志通做咧，无异地通认真就对啦。听着讲咱这个物件，听着讲咱民政府的奋斗目标，伊讲啥？伊讲伊找着伊将来退出民
民党、民主党要做的工作啊。哦，所以上个场就甲鼓励讲好，你来提出民主党要选参议员，我就来甲你斗三工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我感觉迄气氛嘛非常好。咱去参观了，咱要造成三议员拢来甲咱送，哦，这是咱非常窝心的所在。那最后迄天就是二三，迄天的时候，咱大家足早起来，那么足早，咱才八点十分，咱就到这个皇居二重桥外面那个所在，已经真靠近咱的二重桥啊。哦，咱车会当把水当停的所在，都过一条马路，就是入去经过二重桥外口迄个公园。啊，所以咱就真紧就入去到内底，排伫上头前安尼。伊拢总有分为三个所在，互人排队。咱是第三个所在。上头前的所在安尼，左边，咱是最左边，伊最右边一个，中一个，搁咱遮这边安尼，啊，就三个人安尼，啊，然后排起所在，足早足咱到位啊吼，啊，经过搜身检查了，入去到内底，啊，差不多九点二十，咱就开始渐渐要行去二重桥，所以算足早的，吼啊，爱心，大家拢入去到内底时吼。六字，安尼甲估计起来，可能将近15000到20000人。皇居的头前，迄个广场足大个，足宽嘛吼，长啦，宽嘛到宽，宽少要到80公尺哦，甲看起来80公尺，啊长是去足长个吼，差不多20000人坐咯，吼，啊现在伫遐静等咱的这个明仁天皇。吼，啊，甲皇后，啊，甲太子妃，吼，啊，甲迄个，安尼，太子的弟弟，吼，甲太子的弟弟的迄个太太，甲查囝，安尼，差不多10点，二三个时阵。